Yongjian. Wanrou? 不好意思, 脏兮兮的。 没关系。 找有事啊? 有件事我想找你谈谈。 哦好。 去我办公室谈嘛, 里面有冷气, 啊? 啊, 不用了。 我们在这里谈也一样的。 好吧。 我是来通知你, 我已经帮你找到一个更适合你的医生了。 什么? 他叫Dr. Lee。 我已经大力跟他提请的情况了，他很有信心可以帮到你。建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要我看别的医生？你不是说过你不会放弃我的吗？没有，你误会了。只不过 Dr. Lee 是这一方面的专家。你也放弃？你为什么要放弃我？我知道了。 一定是那个臭警察，是他不要让你跟我见面的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我完全没有放弃你的意思，不然我也不会来这里啊。永健，你干嘛抓我的手啊？你冷静点，放手好吗？说过你不放弃我的，你不可以放弃我的，你不可以放弃我的！啊，永健，我没有放弃你，你放手好吗？很疼啊！不可以，不可以放弃，不可以！